裤子的时候就不用了。我这有点紧张了。找错了。我这他妈多长时间了？找不到了。没事，问我。操！你拿啥刷的？是拿啥刷的？你拿正对着这个齿，它的嚼舌兰能进去，然后你撞上它就掉下去。哦，上午对，下午就下来了。冲面锅，上哪儿掉了？我拿了一张筷子，整出来。七八九就是一个，我操！是不咋地。妈的，这难受。你这个哪边烧吗？哦，烧两竹片。不是烧两竹吗？那一竹，你能还想着？